12月15日，何韵诗、苏永康、姚千嬅、王菀之、周国贤等艺人出席了阿诗慈善展览的揭幕仪式。左呢边先，好，我哋不如一齐望左手边嘅记者朋友先。好，左英师傅，三、二、一，剪彩。阿诗表示，这个展览大概会持续三个礼拜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自己有空就会来这里招呼客人。这个会大概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会放在这里。那我想，我这三个礼拜我有时间的，我都会下来去看看啊，去就是当那个招呼人家客人的一个人呢、啊，这样子在这边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会在这里。对，好友梁汉文的婚期将近，苏永康爆料，梁汉文最近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婚前会议，并以过来人的身份暗示，每个男人结婚前多少都会有些紧张。当然，这后天又要忙那个梁汉文的婚礼，这几天也在开那个晚上，每一天都在开那个他的婚前会议。还有就是跟他做了心理辅导，这个婚前的男人总有一点害怕的，我经历过。